Blackpink Lisa 日前参加疯马秀，掀起了极大的讨论和争议。在11月1号的夜晚，有网民就发现 Lisa 粉丝高达800万的微博疑似是遭到官方删除， Lisa 官方贴吧的微博亦都消失。此外，内地女星 Angelababy 和张嘉倪因为去了巴黎看疯马秀，两个人的抖音和微博账号都被禁言。对此网民反应两极，有网民认为管得太阔了啩，连这些都要管，但亦都有网民表态支持，讲话公众人物本来就应该谨言慎行。